传到我们的群组里面，收到了。收到喽，真的很爱传。但是你没有传，他以为说你生病了。哦，那为什么像我同学有一天我最后想到不能传，他说同学你到干嘛了？原来长辈图的意思是他们在告诉他们说我还在。艺人强强自从开始经营 YT 频道后，也让爸爸与妹妹意外引发关注。日前强强便企划体验爸爸的一天，看看身为车行老板的爸爸都在忙什么。啊，这个我的连长，我同学哈。好多人哦，对，这个就一出去了。按这样，你们两个传给同一个人。同一个人没关系。他知道你偷他图了。对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再投一个也可以。他会生气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那这个都不错，这个就打起来，再把它传给别人。你还传到我们的群组里面，收到了。真的很爱传。但是你没有传，他以为说你生病了。哦。那为什么像我同学有一天我最后想到不能传，他说同学你到干嘛了？怎么样？原来长辈图的意思是他们在告诉他们说我还在。妹妹现在在日本了，就传给他一下，我又看他有没有看。啊，我就知道他的安全。有看就 OK。对，互相彼此关心一下。你只要传给他，他说哦你健在了。原来是这样的方法在知道一些讯息的。像你现在要找一个人，像不像我？没有啊，郭大郎啊，做事情都有始有终，我都按部就班这样子。我就讲说，一个人辛苦，不要给家人，大家一起辛苦。这集会很枯燥味。大家把大郎画成纯纯的，哇，辛苦大白。很多演员呢。好，各位早。好。是星期二了。大家就一定要用心去管住光，这个很重要。大家就写了一部今天一定好，一二三，是每天老板在讲这个时候是不是都在放空？没有认真听。你在放空吧，朱氏。认真听啊，那我放空，你也会交代事情。那你讲一个你最看不惯老板的地方。老板的一天，我大概的工作，然后我就看我的存折，还有公司的那个进出的账目，我要去注意一下。看你会去哪会去哪？有时候会去万华。一条是忠孝东路吗？爸爸，你到底会不会啊？会啦，我回转啦。他上次开车撞公车，哎。我没有撞公车。你有撞公车？你没有系安全带？要自己自己拍，你这样子弄到我出去出门都很不方便。为什么不方便？人家路上我才怕。造成很大的困扰，是不是？困扰的，很大的困扰。非常。那我们要跟大家讲，同事如果困扰你，尽量闪远一点，不要跟你说话，假装不认识，好不好？认识就认识，有什么好想说？好吧，肉霸分在哪里？在前面。好嘞。你爸爸真的走好快，然后都很急，很急赶很下去。现在想大便。这边有，进去，进去。可以吗？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这个排骨太大了，要先拌一拌。这个卤肉饭好吃。家在万华，至少一年上。我以前在卖手表的时候，就来这边吃。好可怜哦。刚来台北的时候，准备点钱，赶快要准备买房子，这样两年我就买房子。我们还有保镖，他维护安全的。会武功喽。当然，带你去算命的地方走。好。那个叫讲价格。哦。好了，下来。这个讲价格他都最清楚了。那通常行情大概怎么样？半套一千。时间大概多久？现在就20分钟。全套哎。全套多少？2000。也可以抓到1000。啊，你也有对不对？班长，班长。这边来了，我这里两个，那你看一看就好。这间有没有？小姐，依你的目睹，你天生带一马星，一生中适合离乡发展、交流、求学、旅行、工作、结婚都算，所以你的适应力很好。我建议你对外国语言文化讯息多看。你自己说叫我离开家就对了，离开家乡会对他更好。家乡在台北，你跟我讲完了，我嘛在北人啊，离开台北到外地去，总是你留在台北，还一定要赚外来财，你也卖宅在家了。意思说你要赚外来财，工作会赚到钱吗？对，你赚的钱不是跟他分多的啦。论婚姻的话，你要晚婚，你不能太早婚。要多晚？这个是好问题。我们所谓晚婚是30岁以后比较好。所以他已经晚婚了。论国际客人，30岁也不算晚。台湾内政部统计，平均女生50岁了。
老师对我了，你不要听他，你听我的。结婚的新的一波是在35到44岁，明年开始你要努力经营婚姻的事情。如果你再错过了，后面就不想结婚了。那因为你的异性缘很好，同事、同学、好伙伴，你的男性贵人多，女生都想害我，这样说吗？我没有这样说。讲句白一点，你的官能力我没有管，始终没有人管得了我。意思就是说你喜欢去管人家，天生与佛有缘。我觉得我跟佛确实是有缘的，包括我逢凶化吉。第二个，对于这个找佛这件事情，我一直很有这个灵感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我有这个感觉到。你看我这个心，我是这么赚钱呢，但是你找你钱要怎么办？很会赚钱，但存不下来。那现在怎么办？那他怎么存？学习经营，你一定要定位。他们父女的关系，其实就友好了，笑不一定顺。你讲当也要讲西啦，啊，够想西了吼，真的、哦，你很孝顺的。我是来报恩的，是吗？好，拜拜。这岁月呢，臭显看活泼了，爱暖心了。我是李飞，你是相命师哦。那你像我的命怎么样？就你很固执啊，你都会不听别人讲话，这个有吗？其实你是一个很温和的人啊，就是你的工作环境是不错的工作环境。你电视看他看多了，我是讲真的啦。你看他的，可以吃苦耐劳，什么事情都扛得下来的人。嗯，有一些事情没有讲，不讲。你有秘密，可能早晚心情不太一样。吃饱饭的心情好，没有吃饭心情不好。我背哪背哪背？哎，不要我不要，我是自己。我们现在光宗。哎、欸，以后有对象啊，是有钱，经济是稳定的，你是五级郎，随时有现金 ，Michael Michael 的，不缺钱。可是你就是太固执，可以的话，你要求人和，更有帮助。不要看他当大辣辣的，是因为工作关系，其实你是一个内心非常有想法、有温度的人。这我是很有温度。对，嗯，看你这样好像很会花钱，其实是没有，你很会存钱。真的，还有你这个手啊，是抓钱的手，鸡爪手。哎呦，他的呢，可以看他的讲很多婚姻上面第一段、第二段，我是不知道，可能会比较有点问题。第三段的话，他就会比较好。那他的面相呢？他是有钱还没钱的？有钱啊，这玫琳骨那么漂亮，他是掏给你啊，他是爸爸。对，哎，根本那个不一样哎，哎，真的还有哈，我要赶快讲，还有你的心血管要注意，心血管健康。什么意思？他心血管怎么了？我会建议，真的要注意一下。那我们去做检查好吗 ？OK， 好，谢谢啦，谢谢，拜拜。他都看过了，第三段。我看他看指节，第三个。那你觉得哪第一个长比较准，还是第二个长比较准？他们没有什么准不准，都是一样的。为什么？病因中就要靠自己。今天很累的一天，我需要早间准备睡觉，晚安。